我给叔叔买了台迷你爆米花机，上次1000多万元，看我卑微的拿饭碗夹，1个小时爆了6粒爆米花。这回终于让叔叔实现爆米花自由了。这个东西居然没有一页中文说明书，先不管了。看我买了这么多迷你小玉米，我这一包花15块钱，应该不算冤大头吧？现在就开始剥玉米粒儿吧。啊，终于弄完了，给我搓掉皮了。这些玉米棒子搓出一盘子，把这一盘子都倒进去。我要开火了！哇，我的妈呀，它里面居然在转啊！它爆开了，这太快了！刚出炉的爆米花太烫了。等会儿这个有点不对劲儿啊，它咋冒烟了？是不是糊了呀？完了，它最底下这些都是糊的了，而且它这很多，它都没有爆开呀。我先尝尝，好香。我觉得肯定是我用法有问题，你看一半成功一半失败。有能看懂说明书的吗？快帮我翻译翻译。今天这片花了15块，你觉得我大头了吗？别忘了我的在线求助，关注蔡凯，每天都有新家，拜。